该呵呵，一起清空购物车，买买买，拆拆拆，我们快乐把箱开。本期我们的主题是美丽废物。美丽废物顾名思义就是有一些华而不实、徒有其表，但是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的东西。第一个，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这应该是香蕉保护器。嗯，还挺可爱的。呀，有点塞不进去呢。勉强，我这可以。哎，我这也勉强。哎，哎呀，这是什么？两个成功被保护起来的香蕉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实用的。这样香蕉们就可以互相打。对，就可以。哈，这也是一个解压神器。我觉得香蕉是非常需要保护的。那你拿这个壳给它保护起来之后呢，它就可以清空永驻。建议给所有的水果都产一个保护器。对，我把我保护起来的香蕉吃掉了，然后我就可以再换一根香蕉保护起来。妈呀！你知道有的人上班喜欢带一根香蕉，饿的时候就在充饥，那你就放在包里就容易被挤烂。你有一个香蕉保护器，你的香蕉就不会挤坏。这太实用了，太实用了，这个真的是。这是啥？你看我保护之后的香蕉吃起来就非常的清新，就不会有磕磕碰碰的感觉。哦，莫不是一个鸡蛋保护器吧？它是一个呀，蛋清蛋黄分离器。哦，打这里哈。让出道，现在把鸡蛋打到这个里面了啊！哇，鸡吐了！别喝了，别喝了，别喝！喝不了，别喝呗！你就不能喝，别喝，别喝！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！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实用啊！对呀，多实用！这怎么叫美丽废物呢？它就是美丽的好东西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有很多，你没有发现他们的好处，说人家是废物。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。嗯，下一个，花的杯子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干杯，毛老师。这不挺好吗？说人家美丽废物干啥呀？你还可以搁这嘴，你看。你刚才在哪儿喝？我就在哪儿喝的。你搁这儿喝。为啥要你那嘴？不是，他这明显不就是为了你倒，肯定从这倒啊。那这不就来倒的吗？那万一从那边，我看看。那行，我走。也能。那搁这嘴喝吧。你搁这能喝吗？搁这我感觉喝不了，有点漏。我不敢喝。哇哇哇！这啥？咋这么多呢？编发器。这不是儿童玩具吗？妈呀！你快！我知道了。那我没有头发。那你就长，那谁头发比较长？谁头发长？来。哎，你发量不错呀。哎呦我天哪！感觉是这样的。嗯。你疼了你就说啊。天哪！是毛躁，我都一身汗了，乱了又乱了，真是乱了。头发本身来也还是一般。哎呦我天哪！我跟那凉柳呢？哎呀！试一下吗？你们不知道这趴怎么收场了，有点。他拔出来。挺好笑，废物，这纯废物，一点用没有，整不明白也，什么玩意儿了？要不看这小的呢？小的是往头上印那啥的，印粘贴啊？对，这个行。来，啊，这个再来。哎呀，有有有了，这个有。哎呀，像头屑似的。镜头一个特写，挺好，粘点小粘贴搁头发上。快给你摘下来吧，这玩意儿一点用没有。这个是纯废物，这个。这那三个加起也没有这个废。我跟你讲，有一个人能整明，只能整明白这个编发器，他不可能学不会编发。好了，谢谢这个妹妹。这个就适合啥呢？家里有小朋友，完
没啥事儿干，完玩儿行。不买不知道，世界真奇妙。开心不停摆，下次接着买。拜拜拜拜。谁愿用谁用吧，这谁愿意谁谁拿家去。